林心如近日接受台湾媒体专访，表示已经一岁的女儿小海豚遗传她的好基因，眼睛大，酒窝很深，田小说迷死她爸了。透露华哥对女儿超黏，女儿成长很快，已经会叫爸爸妈妈了。两人诺在家时，只要女儿睡觉就很无聊。林心如说，她看电视，我忙工作，等到时间差不多，她就会问女儿怎么还不起床。5分钟后还会进去看起床了没。最近忙着拍戏的林心如收拾倒吃甘蔗，剧中大谈姐弟恋。现实生活中，她和霍建华也是姐弟恋修成正果。她甜笑说，剧中跟张轩瑞年纪差距有一点大，会以姐姐身份告诫她很多事，但她与霍建华仅相差3岁，不算太大差距。她还说，我们一开始就是朋友相处，所以完全没有隔阂。林心如难得与媒体大聊家务事，也透露夫妻俩生活小情趣，真的是天使了呢。